是小三。果然是紫苏。你们要杀我，就把他关下去。你没事吧？他要杀我！有人要来杀我！太太，太太疯了！我要杀你！疯了你！太太！我看太太吓出毛病来了，赶紧找个郎中过来。这！我要杀你！老东西，你终于来了。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说道。你给我坐下。好。趁着你现在还比较清醒，我就听你说道。你说。我嫁给你的头三年，你是怎么折磨我的？二太太、三太太的罪我都受过，就是你那死去的娘，我嫁给你那头三天，她只让我喝水，喝得我直恶心，浑身直哆嗦。到了第四天，他让我吃上你们柳家庄园的第一顿饭，一个馒头，我三口就咽下去了，他差点没把我噎死。还有，你那老不死的爹，他看着我漂亮，背着你对我动手动脚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跟他翻脸，吐了他一脸唾沫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这辈子是做了不少恶事，可是都是你们逼出来的。我得收心了，我得敬神拜菩萨。有人来杀我！你真是疯了！有人来杀我！你真疯！刘婆子！有人来杀我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这好好的伺候太太，她说什么你都不许还嘴。是。啊！紫苏被抓起来了。嗯。我听说嫂子要杀太太，被他们抓起来了，关在地牢里。刘哥。回来了，拉回来50把汉阳造，20把盒子炮，还有50箱子弹。好，这是报纸，新的旧的都有。好，哥，回来了。哎，哥，你找我？吃了吗？呀，松林，你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坐下。嗯，咱们商量啊，一件事。嗯，咱得警告一下柳家庄园了，我得让这个老狗知道，我柳云轩还活着，他甭想安生。柳爷，柳爷和太太两个老狗听着，紫苏是我的女人，你们若敢动她，我绝不轻饶你们。柳云轩。柳爷，您叫我。方才我跟你说，柳云轩这小子竟然敢跟我叫板，看咱谁斗得过谁。你去把他的妹妹二红给我抓起来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松林，
我看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啊？你什么事儿跟我说说？说呀！想我爹了。我跟小妹的婚事，我爹还不知道呢。我跟小妹去找过，可我家好像好久没人住了。我爹能去哪儿呢？哎，你最后一次见我爹是什么时候？啊？啊？宋林，兄弟。咱俩找个没人的地儿说。没人的地方。柳先生，柳先生，柳先生，不好了！松林哥要和黑狗哥拼命，都动枪了，你快去劝劝吧。刘哥，我把话都说清楚了。刘家那两条老狗让我把松林的爹给杀了，我下不了手，是旺财下的手。可是这事儿我认，兄弟，现在我这条命就是你的，你打死我哥一点都不怨你。宋林，这件事交给你，你看着办。我这个当哥的只能做到这儿。你要是想好了为你爹报仇，我不拦着。但是你要想到过去黑狗对你的好，他救过你的命，你自己掂量着。起来吧，来，你打起来，咱们都是患难兄弟，这笔账要记在柳家那个老狗身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黑哥，我就是一条狗，是我把宋林的爹给杀了，人家宋林得记我一辈子，我他妈还活个屁呀！我黑哥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黑哥，人家得记我一辈子。这样这样，黑哥，兄弟们想出去散散心。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是啊，别一个人在这喝闷酒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啊，就是，黑哥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黑哥，慢点，黑哥，慢点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咱今晚上啊，跟黑哥好好玩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乐一点，乐一个，好，走，走，乐起来，走，闲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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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错、啊，黑哥，弟兄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得叫你黑爷。你怎么看？怎么像是个当爷的料？不能再叫你黑哥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对呀。你们的意思，咱另立一山头。哎，就是这意思，黑爷。就是这意思，就这意思，不回去了。求你了。哎，你当黑爷不行吗？哎，咱们回去干什么呀？一不小心，再掉了脑袋。就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黑爷，我们都已经想好了，不回了。对，咱不回了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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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会儿。你们觉得我是当爷的料吗？那当然是了。行。那老子的黑风寨又开张了，杀回去！走走走 走, 走，把东西都拿上。柳哥，柳哥，黑狗带着一群弟兄要离开山寨了，怎么办？快点，快点！老金是吧？老金是吧？黑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滚蛋！别拦着，走，把这给柳哥，这样，黑哥。柳先生，黑哥的信。柳哥，对不住，我走了，我在山上待不下去了，我对不起松林，我的黑风寨还得开张，我也想当爷，弟兄们都说我是当爷的料，但是柳哥有事来找我，我还是听你这大哥的，我拉走了20条汉阳造和20把盒子炮。还有大洋，这也是弟兄们提着脑袋弄。柳哥，他想干什么？黑狗走了，黑风寨又要开张了。他说对不起你。不行，召集弟兄们，追！柳哥，这就是黑狗的必经之路，咱们就在这儿等吧。行，你告诉弟兄们隐蔽。嗯。小妹，哎，去拿酒来。啊。柳哥，来了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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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为什么要跪啊？站起来。小梅，嗯，酒。服了你了，真的。那什么，我还跟你回白风寨，我跟你干一辈子。我服了，你现在一声令下，我们这些人都得让你们打死。咱什么也别说了，我跟你回白风寨。再说的话，
我非得栽到粪坑里头淹死你。我问你两件事，黑狗，你就照实说。啊，咱们是不是患难兄弟？是。好，第二件，我这个当哥的有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？没有。我就问这两件事。我求你别说了，我回去当着山寨的弟兄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跪下，我求你别说了。我这是送你走，我押住了所有的弟兄，给你送行。你不能回白风寨，你走吧。今后你有难了来找我，我有难了去找你。你这是比打我骂我还狠的仇，那我把弹药和枪都给你留下行吗？不，你全拿走。你需要这些枪，咱们什么也不说了，你走吧。你真逼我走吗？你再不走，我就开枪了。黑狗，我要不这么逼你，你以后说不定还闯出什么祸。你去当你的爷，我把话已经说得很透了。走吧。走啊！看着我干什么？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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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走了，你还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杀了他。哎，你们两个以后不会像黑狗那样吧？嗯，哥，我跟你一辈子。我也跟你一辈子。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变暖了。四太太，你跟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你哥的媳妇儿，也就是你大嫂。四太太，可不敢这么说。你是柳爷的四太太，怎么又成了我哥的媳妇了？说来话长了，我真是你哥的媳妇儿。妹子，如果我死了，麻烦你告诉你哥一声，让他替我报仇。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要杀我？我老老实实的卖粮食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少给我废话，出来！哎，我们什么都没做呀。二红，我要死了，赶紧的。这是怎么了嘛？把我们抓来了，还要杀人？这有刀有枪的人，想杀咱们还需要理由吗？可我们是老百姓啊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咱是老百姓，你哥也是老百姓，咱谁也没惹，都是让这世道把咱逼的。这个不是
苦苦草吗？对。这是夏天晒干了熏蚊子用的，你要它干什么呀？你嫂子叫紫苏，苦苦草的学名也叫紫苏。也是个苦苦草啊。你嫂子命苦。你别杀我。好，我不杀你，我留着你暂时还有用呢。柳爷，您让我干什么？找你大舅子去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找去，只要你找就能够找得到。找到柳云轩，你给他带个话，我压着他两个人头呢。你告诉他抢我的店铺，无论是钱庄、油房、粮店，他抢一个我就杀他一个人，听见吗？把他带走。是。走。练枪的，嗯，哎，枪举起来，我再看看。来，举起来。尖，瞄准啊！瞄准，开枪！小梅真行。林。黑狗的信，柳爷、王爷两条老狗，老子一直给你们卖命，可你们却要杀我，还杀我媳妇儿，你们心太狠太毒了。老子现在已经离开白风寨，又拉起杆子，先扒了你们祖坟，我让你们倒八辈子霉。他扒了我的祖坟，去，备车，我要去看看。啊，是是是，好好好好。祖宗啊，我的爹娘啊，他扒了我的祖坟，我饶不了你，我饶不了你，黑狗。柳爷，柳爷，哎呦，哎，柳爷，柳爷，太太又犯病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呐。当家的，外面有人吗？我想了一个招。外面有人吗？咱得把黑狗叫回来。
只有他才能对付柳云轩。这个黑狗心狠手辣，遇事不慌，就是没脑子。他要是有脑子，他比柳云轩还可怕。咱们啊，正好让他对付柳云轩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可恶的黑狗扒了咱家的祖坟，那咱就借这个事儿跟他说说。黑狗啊，他是我的干儿子，你真的想把黑狗给弄回来？嗯。行啊，太太，你可真不敢病啊，你要是病了，谁跟我商量大事啊？啊，哎，我想啊，你得让旺财带几个人去打听一下黑狗的窝在哪儿。好，这事我来安排。只要让黑狗和柳云轩他们打起来，他俩谁死都是好事儿，死一个再收拾另一个。我还得再培养一个儿子出来，就是咱们的小少爷，就是黑狗和小五的那个儿子。我得把他培养成这方圆五百里有名的爷。好，我早就这么盘算过了。你慢点吃。不，我都说清楚了，你赶紧想招啊！啊，你先吃，你吃完再说。公，你说吧，我都听着呢。冷娃，你的那个脚筋还在吗？在。我把他给埋起来了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就在咱家的天井花坛里头。为什么要埋着？总有一天，我要把柳爷的脚筋也给他挑了，还有管家那条老狗，我要把他们的脚筋和我的脚大筋埋在一块儿，这我心里头才能踏实。好，你恨柳爷就成。我跟弟兄们合计了一下，我得回柳镇去弄事儿，咱们一块儿回去弄事儿，你敢不敢？敢。大哥，我一直就想跟你一起干了，只要不伤害二红，我跟他们干。好，你接着吃。啊，太太，黑狗的窝打听清楚了，德顺会哪里去的？当家的，我想好了，你能不能给黑狗一个面子，咱俩一块儿去？哎呀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怎么能像黑狗这样的下三滥低头呢？我能低头，你为什么不行啊？不行，黑狗他恨我。他要是土匪性子一发，一枪把我给崩了，叫我怎么办？哎，我总不能让我过去的一个手下把我柳爷给杀了吧？笑话，那不是让咱柳家庄园栽了大面子了吗？那你就不想想，要是黑狗把我杀了呢？把黑狗叫回来是你想出来的，你要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算了。我是不去，他要是回来可以，我会给他面子的，完了在咱们厅堂摆一桌就足以了。你让我向他低头？哼，妹妹，当家的还是你硬，还是你毒，你宁可让我去送死，也不愿为柳家庄园去冒险。不说了好不好？
我是心疼你的，好吧，我走了。咱们应该打他，柳哥，打，灭了柳爷这个老东西。嗯，你看我这样布置一下，你去给我挑十几个枪法准的、甩刀子灵的弟兄，我带着，然后剩下的弟兄留在家里，咱和两个老东西先玩一下。玩一下？不动庄园了？不动，不能硬拼，那样伤亡太大。咱和他们先玩一阵子再说。嗯。你说呢？嗯，嗯。太长，就这站住！除了太太，谁也不能进去。你们就在这儿候着，我去看看我的干儿子，怕什么呀？好。干娘哟，狗儿，哪阵风把您吹来了？里边请吧。我想我干儿子了，你不去看我，还不许我来看看你啊？太太，来，把帽给我。请坐，干娘。哎呀，狗儿，嗯，我们能不能单独的说说话？恐怕不行。干娘知道我是个不会动脑子的人，可我现在手下有会动脑子的，还真有几个识字的。俗话说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老子现在手底下也有七八十号人了，我这脑子也好使点了。说吧，干娘，我这手下为了你的到来，已经商量了好几个来回了。你看看，你这儿有那么多的人，我怎么跟你说话？我这手下人不多。想当初我见干娘的时候，你这阵是比我吓人呢。干娘又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。我这几个人在你眼里算什么呀？说吧，干娘，你要是不愿意说，我替你说。好啊，你替我说呀。我要是替你说，你可能连台阶都下不了。你自己说吧。干娘，可能有些地方对不住你，干娘向你道歉了。干娘早就想来看你了，你一个人在外一定受了不少苦吧？这不，干娘还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。那回你从柳家庄园跑出来的时候，干娘真的不想杀你。打住打住打住，干娘，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没见过你哭。还有，老子不是从柳家庄园跑出来的，老子是杀出来的，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干娘是蹦着脚的喊，说谁杀了我，给谁当家丁头，赏谁100块大洋，给谁娶媳妇儿。这才几天的事儿啊，怎么到干娘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你不想杀我？你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吧？
狗儿，我没想到你还是个记仇的人。不记仇不行啊，甘宁，你和柳爷派出的那支官军把我一下给打懵了，要不是老子跑得快，现在我身上全是枪眼。还有一回，我让我黑媳妇回去报信去，说我想当柳家庄园的家丁头，结果呢，管家他们带了30几个人拿着枪过来杀我。我那个黑媳妇跟我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她跟你有什么仇？活活把她打死。狗儿，如今我对我的狗儿真的要刮目相看了。狗儿，实话告诉你，这真的不是我的主意。当初我已经答应小黑的请求，同意你回到柳家庄园，没想到是管家那个老东西，他一心想灭了你。狗儿，只要你回去，有我在，他们就不敢动你。狗儿，你不喜欢那小五吗？就那个大红，对不对？对，特别喜欢。可是老子自己的媳妇儿，我自己能抢回来？那个姓赵的营长手底下不就几百号人吗？老子憋着劲儿呢，我憋足了劲儿，我弄死他，我把大红抢回来，你等着看着。嗯，好，狗儿，你做事很毒啊。嗯。你的仇也报了，柳家庄园的祖坟你也扒了。我和柳爷合计了一下，你那是跟死人过不去，我们既往不咎，这事儿我们就算扯平了。你呀，还带着你的弟兄们回到柳家庄园，我还是让你当这方圆500里之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。我还给你找一个比大红还要好的俊俏的小美人儿，做你的二房太太。哎呀，干娘可能现在还不太清楚老子的实力。别说二房太太，老子现在就是娶8个也没人管我。赶紧说正事儿，还绕呢？怎么？我说了，这就是正事儿。不说是吧？行，我替你说。你想让我和柳哥对着干，对吧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偏偏不这么干。柳哥是我哥，我服他，他就是伸个小指头就能把我弄栽了，我玩不过他。我再告诉你，柳家庄园早晚得被柳哥灭了，我还想帮帮他呢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你回去慢慢想去，你要是想不明白，叫着管家还有柳爷，你们三人坐下来一块儿想。啊，对了，叫着柳爷那个老东西，一边拉着他那板胡，一边拉一边想。狗儿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恨我，恨柳爷，恨管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实情。实情？想听？行，反正我肚子里也藏不住事儿，告诉你也没什么。老子想当爷。本事啊，哎哎，本事啊，迈开大步走天涯，哎哎，走天涯。
是你快寡，你却是林恶臭的吃香喝辣。为什么兄弟姐妹亲儿爹妈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？是去是辱是怨是恨都吞下，你却要弃我弃他。女人也敢抢，男人也敢杀，任你手黑心狠一切滚蛋，黑白颠倒人心鬼话。路有坎坷，敌人只能打平他。Jump!